我们去扫墓为什么没有带香和纸钱呢？因为国家有规定，不允许在野外用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野外用火很容易引发山林火灾。所以清明扫墓不能烧香烧纸钱。对呀，所以我们带鲜花美酒献给爷爷奶奶呀。我明白了，那我们快走吧。文明祭扫，平安清明。